我们是德国领先的私立医院管理机构。我们是家族式的企业，在医疗领域对患者、员工以及社会负责。我们企业自成立起，超过30年不断发展壮大。每天，超过45000名员工在150个医疗点为健康事业共同努力。我们的患者在此得到最现代化的医疗和个性化的照顾。皆因我们公司以医疗质量、持续创新和社会责任为本，不断追求最高医疗水平，是我们患者安全的基石。例如，我们所有的 Asklepios 医院都在手术前、术中和术后使用检查表，就如飞行前例行检查一样。在将近手术开始的时候，手术成员会在这些表核对患者数据、准备的用具和其他要点。无可挑剔的卫生水平为患者的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，经常培训员工最为关键。 Asklepios 会不断分析和改善医疗质量。例如，我们会积极听取多方医生意见，积极进行医院内外的同行之间意见交流，相互学习，精益求精，避免错误至上，运用关键事件报告系统、免责报告激进措施，并进行建设性提问，这样我们就能共同找到解决方法，以避免今后该激进措施的发生。坦诚地讨论错误，这种文化有助于提高我们员工的满意度。满意的员工是我们患者痊愈和我们成功治疗的关键因素。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最佳的医院经营者。创新是进步的关键。Asklepios把利润重新投资于各方面的现代化，因此医疗绩效能不断地提高，我们的设施设备能保持最高水准，这些既有利于我们的患者，也有利于我们有能力的员工。社会责任，我们深知家庭与企业的和谐对员工的重要性，并支持我们的员工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。我们在 Asklepios 行动项目中提供多种多样的活动，促进我们员工的健康平衡。通过经常性的员工调查问卷，了解员工状况和价值观，大量培训和深造项目为个人发展提供最多元化的空间，这得益于 Asklepios 庞大的规模，从紧急救助所到康复设施，其中包括专业医学院、基本和常规治疗医院以及最高等级医院。 Asklepios 象征着医疗质量、不断创新和社会责任。我们以人为本，无论是我们的患者还是员工。